接下来我要开始介绍我自己的创作。我自己的创作在应该算是在今年还是去年底，就我写了一首歌叫《好像是》，然后因为这一件故事哈，因为我觉得他跟我只是一种误会，对，那好了，大家听看看。晚上唱歌的感觉，对，
哎、欸，那个，哎、欸，哪一个手指头砍断？哎、好的。其实本来今天我一直想要那个，想要告诉大家说，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我们今天没有排歌曲，然后我们的彩排时间也只有，好像只有，好像不到半小时啊。是吧？没有在算，他没有在算，然后而且他也刚刚来，然后他应该是灵魂出窍了，是不是？他好像有彩排跟没彩排有差别。可是还是给我们的乐手掌声鼓掌，但是我们还是尽全力表演，是。是吧？对，很感谢。我就尽全力了，但是我怕我还是口口啵啵的样子，还口口啵啵的样子。其实我今天跟鼓手有讨论了，是不是？其实我们刚才这句话在，阿舅，我刚才这句话有人一直偷笑。是谁？欧涵。哎，是的，哎，不重要。对，一定要讲那个很奇怪的英文。唰唰唰唰唰，拜拜，拜拜。阿舅，要不要唱一下你那首歌曲？我好想听的。那个一首一些，你爱唱那首英文歌曲？不行不行，不行啊！年代已久了，对，那是对，因为那首歌真的是太久了。好了，我现在先教大家唱一首歌，然后这首歌是我跟，我不晓得大家认不认识这一号人物，他叫商队，然后他最近准备要出自己的专辑，这样，然后。其实大家也蛮期待，期待很久了吧，对不对？大概应该有，算一算已经快十年了吧，我觉得。对，这好不容易啊，对。那以前我跟他有写一首歌叫《伊娜的眼睛》，然后我可以教大家唱这首歌，然后因为这个是我们要大家一起唱，因为这个才会有互动，才会有感觉，可以吗？燕拿他们的，你们先喝好了。对，你们先喝。对啊。伊娜就是说妈妈。对啊，伊娜是妈妈。对。你还够吗？够不够？我们这里还有一瓶。自己来倒。要不讲好了，每次唱这首歌都一定要先教会人家怎么唱。好。我唱好爱耶啊，你们是唱好爱耶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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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爱耶啊。老师，请问有电灯可以照得到他们吗？最亲爱的人就是伊娜，哦爱耶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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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Yeah.
总觉得自己还是完美无瑕。他一条条皱纹牵系着我们，他的用心倾泻在脸颊。
谢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